不要一个妆还没做好就走，就走到下一招去了，晓得吗？四项全练四肢，你的妆一定非常的明确，晓得吗？出来这个步就是这个步，就这个步，这个步做满了，姿势做满了，再到下一个骑马步就是骑马步，骑马步就是骑马步，不能说手一开骑马步跑掉了，变成也不是弓步也不是骑马步，晓得吗？妆要非常的稳定啊，马步就是马步，弓步就是弓步，弓步就是弓步，晓得吗？每一个动作，一个四肢一个四肢要非常的准确啊，不要快，但那个点要做到棒棒啊，那个停顿点要准啊，好，把它练熟。